漫山下雪了，于是雪地温泉、童话木屋、奇幻漂流就轮番上演着。这一场冬季恋歌从不缺席。八音盒已上弦，要不要看看玻璃球里的世界？傍晚的蓝调时刻，把这座小镇就这样画成童话了。被白雪覆盖的木屋，或者夕阳里的人间烟火，生活在这里又何须做梦呢？雪地里的温泉冒着氤氲热气，在寒冷干燥的季节，用一汤温泉，一次认真的护肤来呵护自己。博本六地水乳 2.0 敏感肌专用，补水保湿，修护敏感肌，清爽不黏腻，即使是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也能让我拥有水润稳定的肌肤。长白山的冬天就是八音盒里的世界，你要不要来上发条？童话不只活在玻璃球里面。